罗安姐。亚姐姐，这久无看呢，我脸哪拢无变啊，同款遐尼水。胡迅安，啊，即摆生到遮尼大汉啊，真正足侪年无看到安尼。我会记哩，你甲安姐，为高中毕业了后，就无见过面啊，对无？对啊，足可惜的。若是安姐有继续练击剑哦，凡是咧全国的比赛，阮都有机会当拄着啊。哎呦，我是练好耍的，我爸传像你资质这尔好。你那是高中呢？我听老师讲，你练高中嘛是校队，就大下了哦，搁选到国手哦。安姐，请问这位是？我的国中同学啦，嘛是击剑队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安姐大嫂啦。大嫂，你是家峰哥的太太哦。老师，我在叫你睡啦。夏峰哥实在是做我命的。你这个人哪会嘴这甜啊？我看你跟阮家的人刚刚拢做熟的呢，而且恁这么久无看的啊，搁会当伫这拄着，迄就表示讲恁真正做有缘分的哦。无安尼啦，你稍等下有代志无？若是讲有缘，要跟阮做伙等下出来底食饭无？好啊，我嘛足久无看到阿伯阿姆嘛。以前阿伯阿姆那是去社团。看安姐练习的时阵，拢会炸足侪好食的物件。迄个时阵，我嘛定去安姐因家食饭。你怎么跟阮家接触哦？啊，定去阮家食饭，那安尼你应该嘛足思念阮妈的手肉菜对吧？是当然的啦。是讲我安尼雄雄走去，敢袂想过交了？袂啦，哪会？你跟阮家的人遐尼熟，阮爸妈若看到你雄雄来，一定会感觉足惊喜的，足欢喜的啊！安姐，对不？这是当然啊！安姐以前对朋友拢真热情，搁再讲，伊甲迅安遐尼侪年无见面啊，一定有真侪话通讲。过去麻烦别人，即摆请人食饭，应该。有啊。咱真正足久无见面诶，欢迎你。安尼我着恭敬不如从命。阮倒来啊，而且阁有一位贵客来哦。爸妈，爸妈，应该阁会见吼。吴迅安是我高中认识之前的朋友。阿伯阿姆你好，足久无见啊，歹势啦，遮尔临时走来插座，我插滑手，希望恁会介意。那就叫你客气。看你敢那足紧张的呢，帮我轻松啦。以前来阮家哦，你安尼来出出滴滴，袂输你行走卡呢。我虽然唔捌代志嘛，哎呀，唔捌代志哦，是阮安姐啦。我记得迄个时阵哦，伊安尼社团活动结束以后，我找你电话联系啦，啊，拢电话足晚的，无你巴肚足枵，歹势呢。哦，我有弥补好无？我若是拖到时间，我拢会带伊倒来食饭呢，然后爸就会开车送伊回去啊。可是妈有打电话通知胡太太，啊那无你直接带人回来，咱就是讲家己后生出什么意外。你爱食啥吼，阿妈也会记得。今仔日吼，我你食只够贵嘞。多谢阿姆。其实我迄个时阵陪安姐练到遐尼晚，我是甘愿的，因为安尼我就会当来食阿姆你的手肉菜啊。我若想到你煮的菜哦，嘴暖拢要流来啊。哇，真厉害，胡迅安，我想袂到你会透露遐尼深呐。我俩总讲你是伫孝顺我的小妹，原来你是阮孝顺我妈妈的好手艺啊！啊，毋是哈啥讲的，啊，我都免三不五时甲你吓啊！嘉峰哥，原谅我啦！好啦，啊，无恁二姐开讲，我吼先来去准备，哦，看咱要食饭啊！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好。啊对啊，煞无记介绍，你边仔迄位小妹弟弟文耀，伊是。安姐的国中同学，我是练剑级的 partner。哦，我知道，我都叫听您讲啊。迅安，伊就是我杜小玲的二哥罗文耀。哦，文耀哥，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。别人唔知影，也唔过我乃看袂出来。文耀啊，
你即卖一定是鬼巴多火，偏偏又阁袂当安怎吼？即卖你会当体会到，特别我若看到你甲罗安杰斗阵的时阵，迄款掠狂的心情啊吼！听讲你甲安杰感情袂歹，还阁有啦，对我甲你握手的时阵，你手迄老茧阁真高呢。即卖阁会继续来练剑。文耀哥，你实在足够观察的，无唔对，我即卖阁有在练。你唔免遮尔谦虚啊！我阁也毋是外人啊。虽然今摆已经是锐剑的现任国手啊，才拄一个啊比赛台尔。哇、哦，迅安，我想袂到你安尼坚持，真无简单呢。我即个哥哥以前想过看你无啊，歹势呢。拜托诶，迅安较早伫学校的成绩就已经足优秀啊，比我搁较厉害呢。若无我哪会找你做我练习的 partner？ 啊，对啊，以前恁两个定练习的。啊，佮表演互阮看，佮有甚物甚物动作、甚物口号，你会记个无？佮表演一下，紧嘞，回味一下。我是会记个啦，你嘞？当然嘛会记啊，安怎？要垫一下无？回忆杀。好啊，来，准备好未？好，预备 ，Go！ 一脚往前，一脚往后，背部挺直。伸手刺激，反手防卫，保持灵活，完成攻击。双按出击，必得第一，完成。哎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好啦。哇，我个在有训练呢，不愧是国手。哎，我都讲学过老亏。不会啦，你这样子久无练啊，过当安尼就厉害啊。来我就会当变两碗饭啊！阿哥，安尼做个干不当的呢？烦恼这么侪，要创啥？你就短期加练一寡体能训练不就好啊？好，为着要食暗的菜哦，拼了！你若爱食吼，做你定定来吼，阿姆随时欢迎你。好啦，是啦，雪丹啊，一定要食好饱哦。阿你阿姆哦，迄帮助足侪嘞哈。好，阿姐来。小戴姐哦，我帮你检查看下仪器无？哦，迅安，你袂歹嘛？你阁会记安姐检仪器哦，请大心。我多啊，安姐过冬的时阵哦，一摆食鱼啊，叫仪器过掉，口干的，目屎目滴的，迄个画面，我到今嘛拢还会记。迄久我才知影，竟然有人这么爱食鱼，结果这么不晓食鱼。安姐确实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因为近摆拢是妈妈替这个小公主服务啊。以后等这个小公主嫁出去了，这个工课就交你未来安排啊。啊，你总无可能叫妈妈特别挂一个老花眼镜来替你监视啊。啊，胡迅啊，我是请你来吃饭，不是请你来跳我的台，好不好？而且你的脑容量的空间是不是太多啊？这种尴尬的回忆，请你自动删除。无喏，安姐，我唔好安尼讲，一定是迅安哦，总唔敢要放袂记甲你有关系过去，所以唔将拢甲伊记条条的，表示讲伊足珍惜嘞。还是大叔了解我，那对我来讲，确实是一段足美好的回忆，哪有可能放袂记？哎，胡旭安，你还讲我清楚呢？你是不是想要追求我的小妹？你应该知影我的拳头母的威力真猛的。我知，我知，这点哦，我记得最清楚的。放心啦。这位妹控哥哥，我给你报告一下，拄啊回来路的哦，我就给商家盘问，人伊即马单身，无女朋友，而且嘛唔歹有嫁出来嫁哦。这身家背景嘛，袂歹啦，会用讲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单身汉。哦，胡同学，
看起来你今日来拜访哦，是有备而来哦。你对鬼公妹公事真忙哦。我是足欢喜一摆，当甲安姐重逢的啊！啊，咱就叙旧开讲就好啊，其他的代志哦，先免讨论啊。是啦，恁两个哦，这么多年无联络啊，还是要加了解对方一点嘛。毕竟今麦已经无亲像以前做学生时阵咁快，生活这么单纯啊。慢慢来啦，先做朋友，爱较妥当。二哥无参悟到我的过去啦，可能无啥清楚我甲迅哥的默契。不管是伫个场内还是场外，拢无人也会过问。我是无敌的双人组合，有。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转移我对我哥的注意力。罗安姐，你要加油！对我来讲，你是我青春里不可磨灭的美好。我拢无放弃西洋剑，嘛是因为你的，因为你捌甲我讲过，你希望我一定要坚持落去，爱做上厉害的选手，爱出国比赛，爱得冠军。做你最大的骄傲。我有安尼讲过。嗯。我即马算是有一点仔小小的成绩啊，所以讲我才有勇气来想要问你这个问题。以后，若是想要跟你联络，甚至是约你出去行行咧，你敢会给我机会？哎呦，你莫这样严肃啦！啊，咱本来就是朋友啊，做伙出去佚佗、食饭，本来就真正常啊。你哪有搁耍讲梦啦？二哥，伊是啥物时阵提出来的？安姐，你明明就知影我的意思。是安怎不爱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？我应该趁这个机会，甲二哥划清界线，卡免造成伊无必要的负担。好啊，那安尼咱就试看卖。小西了，你愿意跟我约会哦？阿姐，我想过欢喜啊。哎，你没做啥？鞋带掉了，我帮你拔了。嗯，安尼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罗安姐。多谢你。你即摆心肝头是不是感觉酸酸啊？未水那是有千万只狗遐伫咧甲你咬着无？哪来只？甲你同款啊，食饭饱爱出来散步消化一下啊。顺续观摩一下人是安怎谈恋爱的。哎，文耀，你伫遮应该我哪有看一群啊吼？啊，你有啥物感受啊？姐，你是不是想无聊啊？你的罗家小公主看起来已经是转移目标了。哇，这查囡仔真的是敢爱敢恨呢，应该不需要你去替操烦啊。我讲过，我只该当作小妹，我对无其他想法，是你想太多啊。